爷爷，您找我？给，是时候让你出去历练历练了。不去。嗨，爷爷啊，您看，这装腔作势的舞会，就去了也没什么意义啊，是吧？ 少说废话，准备准备，赶快出发。好了，下课吧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喂，啊，干嘛呀？这是在学校呢。哎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哎呀，老师再见。喂，放我下来！ 妈呀！简直就是霸道的荷尔蒙啊！如果是我就好了。喂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喂，龙日夜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怎么了？我马上要去巴黎了。啊？你确定？ 不再抱抱我吗？马上你就抱不到了。那就多抱一下。老大，我们已经帮你请好假了。我们刚才。 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就美国照顾，尤其是青春期。好，反正不能让他受委屈，更不能让他吃亏。但凡吃了亏，唯你俩是问。好，老大，我们一定寸步不离的保护大嫂。老大，放心吧。还有你。 每天都要跟我联系，早晚各一通电话，知道吗？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比较帅。嫌弃我呀？喂！记住了，有事第一时间通知我。知道了。你照顾好自己。 老大，时间不早了，走了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嗯。